今天可是你俩的绝望周末哎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喜欢动手是吧？那这样，你俩现在谁要是能先打到对方，谁的绝望周末结束，怎么样？行，你说的，君子以三。哥，我的绝望周末是不是结束了？恭喜你，老弟。怕什么天道轮回，正义我三年。老爸，你出去到你房间睡个午觉，我和老弟有事说。你随便，你叫我出去出去，你叫我睡觉就睡觉。不是我叫的。睡觉就睡。今天我教我第一套防身术，以后老爸打你，你就知道该怎么防御了。现在我们做个示范，来打我。刚才那个不算啊，再来一次。打我，我们用这只手挡住老爸的进攻，用这只手反击。现在呢，我们正式来一次。打我。算了吧，还是不讲了啊。老爸，起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老爸，这不是刚跨完年吗？咱们呢也没给老妈准备礼物，所以呢我想给老妈买几件衣服，但是我现在差点钱，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出点。你真是个好孩子，你是比你弟懂事，你弟是真废，有你这样的孩子我感到骄傲。差多少？一千。不是，那门上字你不认识呀？敲门你又不开。别烦我，行不行？老爸，我有两件事需要你帮忙，只要你帮我完成一件，我就不烦你。你说。让我先说第一件事，帮我把衣服洗了。滚！帮你洗衣服，滚开了你！想什么想？说，说第二件事。帮我找个女朋友。老弟，其实我真的找到女朋友了。关我屁事！滚！你听我说完，有了女朋友之后，我就要天天陪她了，就不能再陪你了。恭喜啊哥，好事啊！老弟，确实是好事，但是我为了多陪你，我和她说分手了。I'm sorry, don't leave me. 老弟，你都被我感动哭了吗？别哭，哥会一直陪你，陪你度过每一个周末。睡好了吧，老爸？你先出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老爸，你年轻的时候看到美女都会干嘛？牛啊！感觉回到从前的我。从前的你？想当年我一个口哨吸引万千少女，偏偏就吸引了你妈。造孽呀，造孽，造孽。老爸，出去散散心玩一会儿，这事算了吧。打完了再玩，打完了再玩。
老爸，老妈又在楼下和一个叔叔跳广场舞了。滚！听我说完，旁边还有个漂亮阿姨，就一个人在跳，应该是没有舞伴。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上舞伴。老爸，我们在打排位呀。那个阿姨漂亮吗？非常非常漂亮。绿婚头。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。老婆，听说你没有舞伴，我真要去做你舞伴。舞伴哪个做舞伴？现在飘了不能扭的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跳舞的？你跟谁跳啊？哪个阿姨长得好看、啊？老弟，快去劝劝老妈吧，此时老爸很需要你。差不多行了，老妈，让老妈别跪了。来，你要来跪着。他又没犯错，跪什么跪？爸，没事，不用担心。有你这样的人，我感到很幸福。快回去吧。快跪，你就别跪了。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。老爸，很多人说老爸和老弟的惨叫声很像，所以我现在想对比一下。快，有病啊你一天天。老妈，这是我给你买的运动鞋，非常好看，你肯定喜欢。老妈，不能听他的。对，放心，我不会听他的，因为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。老妈，我还给你买了件衣服。老妈，你干什么事？看来他们的惨叫声是挺像。老弟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规划我的未来。你不就在等游戏开始吗？扯啥呀？就你这样，还会有未来吗？我有，我的未来就是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电竞选手。今年一过，就是第六年了，六年你依然还是白银，现实点吧。你可以不尊重我的梦想，但是请你不要打我的脸。老妈，你不是说老弟玩游戏只能玩到十点吗？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好好学习，让我来。放他，放他，大爷，你大，大爷，你放他呀！老爸，你知道老弟的梦想是做一名职业电竞选手吗？知道。那你的梦想呢？我的梦想比你弟现实多了。我觉得梦想要在能力范围之内，要有自知之明，像你弟那样就是凭空想象。所以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职业电竞选手的教练，带你一直飞。叫你还当教练啊？你得放大你的武艺当教练。老妈，老爸以前跟你说过他的梦想吗？说过，你爸说将来要带我周游世界。他的梦想已经变了，做一名职业电竞选手的教练。游戏什么好玩的？天天就只能玩，睡觉。放心，孩子我已经教育好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。你再敢玩游戏！早晚我就